影音新闻综合报道，柴鱼是今世世界纪录中最硬的食物，是将煎鱼烤干后加工制成的食品，在日式料理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由于它真的非常坚硬，也经常被人开玩笑说可以拿来当成凶器使用。日本的 YouTuber 压倒的不神者即因此突发奇想，如果把柴鱼片给磨成一把刀，会变成怎样呢？普通的柴鱼就可以拿来钉钉子了。图片由压倒的不神者即授权提供使用。把柴鱼切成刀的形状并开封，图片由压倒的不神者即授权提供使用。开封后的柴鱼可以平整的将纸切开，图片由压倒的不神者即授权提供使用。连铝罐都可以刺穿，图片由压倒的不神者即授权提供使用。柴鱼平常就已经够凶残了，再把它磨成刀，凶残度又直线上升了。要不是柯南停刊，说不定就是下次剧情里的凶器了。